我想，然后8月17号有分封比赛，对，然后我有报名，可以支持我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关》，然后是写给我的，写给我爸妈的，对，然后就分享给你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谢谢，晚安。好，我们再次谢谢陈文月。那他刚刚提到的焚风音乐比赛呢，其实是铁花村每一年都有的一个音乐比赛。那他从以前的乐团形式到现在。
从去年开始就是以个人的形式呢，也可以报名参赛。那陈文月在这一次是从初选呢一直到复赛，然后晋级到8月17号的决赛。那如果是台东人的你们，或者是刚好有来台东，也可以来在8月17号的时候可以来，不管是支持陈文月，或是支持这个焚风音乐比赛。然后再提醒一下，待会上台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先将你的乐器调好音，然后你的声音也调好音。像我刚刚就有点走音这样，然后因为今天是没有试音的，所以就是以最佳上状态的来这个舞台表演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那接下来。